你们有见过真正的王牌飞行员吗？眼前这位小哥本是个科普飞机下的规范的飞行员，但没想到旁边摄影小哥的投体操作却直接把他的硬核科普变成了各种死亡名场面。要不说人家教员牛呢，双发失效都救回来了。啊，什么双发失效，我学飞就好，别说双发失效了。好家伙，这一般人这么防不来，还得在游戏里开飞机安全点。比如我最近玩的这款机场大亨就很不错，没有坑爹队友，只有调度时塔台小姐姐亲切的问候。在这个游戏中，你不仅可以拥有一整座机场，通过经营它来赚取钱财，还可以自己建设航线，调度航线飞往世界各地。而这飞机的调度也是门学问，因为不合理的调度不仅会导致飞机在航道上重叠，还有可能会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No God, please no！ 我玩了些时间，目前也只能勉勉强强调度十架飞机，离成为真正的王牌飞行员还有段距离。据说这游戏还有无尽挑战模式，一次挑战几十架飞机调度，大家不妨点击左下角都来挑战一下，告诉我你的记录吧。Nice。